对，但是这篇文章说他15岁的时候就赢过马龙，是的，也不一定是正式比赛当中赢的，但是至少是，是的。漂亮。漂亮。哎。漂亮。漂亮。这快啊，刚才这是1/2倍速的一个回放。哎。退役都是年龄略微大了，对，啊，离开了国家队，哇，这哇太稳了，太稳了，漂亮，漂亮，哇，对，不管对手是谁，局都很难。来一板，两板，哇，又一板的爆冲，哇！那么暴力的球还能上台？是的，这也是天赋了，哇！这样的一种，我想着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，对，结果不是呢。哇，漂亮！哇！漂亮，也仅仅是拉开2分的距离呀。对，哇，漂亮，一板，哇哇。够好了，没事的。好、第一局马龙11。好，第二局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漂亮，难一板就把刘毅冲死。所以这也是太厉害了，太厉害。对，哎，漂亮！球的这种打法入选国家队。是的。漂亮！哇，防了一板。哇，这是真的没办法，那么有效的训练，那么系统的训练不可能了。漂亮，得一分。漂亮，什么奇怪的动作？我就是稳稳的。哦，差一点点的变化。对，漂亮，
漂亮。冲最后一个就是直接扣的上篮那种半高球了，切绿吧。又是两板爆冲三板，哇！可敬之处，他不管面对谁啊，永远都是非常认真的一个态度在场上。漂亮，稳住，漂亮，连续三板，哇！漂亮，速度和力量真的是太大太快了。哎，一旦我们没有想到球的速度可以这么快。哇！是的，这样马龙拿下了，为北京队拿下了第二分。